反正这个 LeoPhoto G6 真的是我觉得还不错。反正这个 LeoPhoto G6 真的是还不错啦，它真的是细微调整。反正这个 LeoPhoto G6 我让现场玩一下，反正它就是真的是真的细微调整为主，它没有快速调整，像是我身后这个 G4 啊， G4 是有这种快速的松紧，可以让你快速的去调整角度。那这一个 G6 就是没有办法，它一定是慢慢转，就是使用需求不同啦，有兴趣你也可以去现场玩玩看。